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让你欢笑这么多，然后给大家又带来这么多欢乐，最让你充满希望的是谁？我对他充满希望的人就是我弟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能就是活多久，或者是我能干到什么时候，或者是我能活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就想把我一切的寄托吧，然后就交给我弟。然后我希望我弟也能够，不要浪费我对他的一片苦心。弟弟的身高什么都没问题吧？对，我弟1.6米了吧？长得跟熊二似的，特别壮。那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？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我爷爷吧。对，我爷爷要在世的话，今年应该86岁，是中国第一批海军。人生第一个老师可能就是我爷爷吧，我爷爷能歌善舞，什么拉拉胡、吹口琴、做家具，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大部分家具都是我爷爷自己做的呢。我有80%就我爷爷都遗传给我了，我爷爷真是就是不惜一切啊！你想要啥吧，学电子琴、学二胡，全村都没有电脑啊！我爷爷花了很多钱给我买了一台电脑。一切的一切都特别特别照顾我，真是非就是特别感恩我爷爷吧。那时候就说离开北京的时候，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爷爷。我给家打电话，我说我爷爷最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了呢？到后来实在死逼着不行了，然后我爷爷说得病。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还都在的话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去陪一陪他们。